回应一下烧打机啊，没事啊，爸啊，耐打的。这一仗就是让世界知道这个争吵能不能化解为宜啊，谁来上解决嘛，最快嘛，谁先动手的？重点有差吗？重点是什么？谁来上处理？你懂格斗吗？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选手在台下被你评分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心情啊？正式回应一下烧打机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大事了，没事啊，爸啊，问耐打了没？那你爸妈不想让你去打这么辛苦的拳赛，你要怎么说？我没问题啊。这一仗就是让世界知道这个争吵能不能化解为宜啊。所以他在这个专访上面呛你，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我们要跟社会讲一个很正面的消息，就是如果你今天跟朋友有一些纷争的话，要运动解决。擂台上解决嘛，最快嘛。但是主办是好像这个比赛还没确定你要跟主办讲什么？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因为主办方搞的嘛，东西外泄还是什么，让他们处理一下，不干我事啊。我安佐去拍节目，不是让他去起争执。我自己身为导师，我本来就有权利去教育一些选手吧。今天全院你跟我说地下拳赛搞得那么温温水水，这样像话吗？我觉得我导师的责任尽得很好。全院他们也有责任去调节处理这个纠纷啦。对没？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什么在作秀是干嘛？然后谁流出有没有法律问题？这个都给全院去处理吧。看一下有没有受伤，我看起来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谁先动手的？你怎么说？重点有差吗？重点是什么？没来上处理没？君子之争，全院主办处理一下这个拳赛的事情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要让他们担心，为自己为这个家奋战一场。